看看新闻网。首次在上海开唱，临近新书大结局，张宇能在上海唱响电视剧主题曲显得尤为应景。不过更能引发共鸣的还是张宇唱了20年的经典老歌。张宇的音乐路离不开词作者妻子十一郎的鼎力相助，可惜十一郎因为要照顾孩子而没有随夫来到上海。男孩子在外面抛头颅洒热血，在这边赚钱，但是其实在家里面的那个老婆还是很辛苦的，她要负责所有的家事，要带小孩，还要打麻将，你知道吗？很累的。不过张宇并不孤单，他当天接连请出了杨乃文和任贤齐。杨乃文被张宇人来疯的舞步吓得闪到一边，而任贤齐与他的卖萌合唱又几乎让现场沸腾。连续几个月的巡回演唱会已经让本就身体欠佳的张宇感到疲惫，看来忙完这阵儿，张宇可得好好歇上一阵儿。一连串的演唱会下来，对我来说，尤其是在身体上面是一个负担。我其实很害怕唱，我觉得我唱不完，我会对不起歌迷。我觉得我可能会需要做一个身体检查。娱乐新天地采访，上海报道。